来，春天女性成长协会的执行长啊，我们今天今日来上介绿茶，绿茶是什么叫绿茶？绿茶，绿茶就是客家人以前吃点心的是，都爱吃的。以前爱吃吃东西无按夹，都爱吃家类。吃家粽，酱油好吃点心。啊，念安尼人都无相款的，念安尼就总下机器机器总好吃的，无拿来就是得泡，就是得吃的。啊，念安爱复古一下啊，所以就是说大家尝试一下那个擂茶要怎么样子擂，才知道说。以前的人爱吃一个东西，怎么按辛苦在一家安尼种，像泡茶嘛，像泡茶就爱开始起火，啊烧那个木炭或是烧那个柴，才开始煮茶，煮那个才可以泡茶。啊，擂茶也一样，他当然因为他要吃点心，就是肚子饿，当然要吃点心，所以也要。这么的复杂，这样子来，那我们今天也来尝试一下这个擂茶是怎样子的做法。我们等一下就是可以分